个更妙的，好，我们要往旁边稍微移动一点点，不然会看不到。还是不要太出来哈，到这边就好，移过来一点点就好了。我看的，因为在他们的一楼，所以要移动一点点的。这只被磅礴砸住，被帆布遮住，这个土丛的，来小心，往旁边看，往旁边看，人家车子要出来，再过来一点，先让他出来。好，先停一下哈，来前面的先让一下，先让车子过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你先站起来，等他出去了再站出来，不然他这样过不去。过，啊，这样送过来，还要靠。小心哦，你走开，走开，不要靠近，靠近。OK， 好。我说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另外这边也有一个，那这个比较清楚。你看得出来那个图形是什么吗？黄鼠狼，还有没有？好，不要再往前站了哈，那你又打到车子哈。来，我站出去就好了。你在里面。不要过来，郑宇，不要过来，你要过来。你们在那边看就好了。排站，往后排站。有人说是黄鼠狼，有没有要再猜一下？名字是什么？有点像了。老虎吗？不是老虎，老猫。那只是猫，猫啊，那是一个中国的传统，至少是台湾常用的一种图案。哦、旁边那个植物，那个就真的是白菜。故宫的白菜。来，有人车子要进去，好、哦、来，来让人家一下，让人家一下，让他赶快把车子停进去，不然交通阻塞了。来，你们那边的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对，要远远的看，要看一看。好，来，我们往前面移动。